哎呀，恶心，什么东西？该不会又把它吃回去吧？只能停两小时啊！两小时是多少钱？不知道啊。那反正只能停两小时，不然就到左左转。特色你又把它线拉到极限哦，好吧，等一下要跟他说什么都没有充电什么。那手还伸起来。它有耳朵，所以是海豹吗？
有活力哦。发生了混乱。哎呀！恶心！什么东西？他吃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感觉一堆海鲜。哎呦，难怪。那边有看到婴儿啊、哦。